毛主打进街来，铺铺买卖两边排。哦哦哦，这不就这个吗？哈喽啊，您是不是又睡了？没有。干嘛追剧呢？看书呢。做饭好，你把这颗都切了吧。啊，切完以后你再包一颗。啊，我光要葱白切末。好，我就可以开闸了。大大的呀，风啊雪一寒天，炸完酱，咱们就可以端着酱奔那边了。好。他们弄凉菜，咱们弄酱，拿着面上那边煮去。那白的，把它截下两寸段来，破一半，再破一半。啊，捋成丝儿，然后再切碎。哎，对，然后再切末。然后那两样葱，帮我分着啊。哎，分着。全是菜劲儿，我把你炒成酸辣的，老爽了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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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就是做饭吗？嗯，茄子丁儿好吃。嗯，这个好吃。怎么样？哎呦，这个，嗯，真咸。嗯，有什么吃什么。哎，这鸡蛋有点咸了。哦，那对不起，那个盐搁多了。哦，好像您那套袖里藏多少盐呢？嚯，哦，这个这苦了，这个。对不起。哎，行，有点败火。嗯，也不是哪儿那么大火。来这儿真挺好的，老爽了，我感觉。哎呀，今儿砍竹子真好玩。我以为开玩笑呢，真砍竹子去了。我这辈子第一次砍竹子，太开眼界了。嫂子今天干嘛了？啥也没干啊。今天他真是啥也没干。嫂子应该去。没有我。他说不去有叫了。你是不是以为要坐车啊？我们挖笋的时候，嫂子在家看锅吗？还是在干嘛？我不看锅，把肉我又不会啊。然后把那个香菇给泡上，分分钟的事儿，做点准备工作。哎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，这炸酱这肉是哪个肉？你是不是昨天已经炖肉的时候全部都用掉了？对呀，啊，
没事儿啊。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来。哎，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蜡笔小新的声音？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卖萌吗？翘哥是不是贼可爱？看不出可爱，就看出贼来了。我给你来一张吧。好嘞，今天咱俩还没有互相照相呢。对啊，你后背景带一点有特点的东西。哎，给你拍可爱的。来。好好看啊。老杨给您弄点饭包。有蒜吗？有有，是是是，对吧？嗯，你肯定得加点蒜，然后加片肉。嗯，收徒弟真好，你看，是吧？你们怎么收的徒弟啊？这个这规矩是？就我们也是眼瞎收的。嗨，我们也是，就是撞进来的。所以也是有考验期的吗？当然了，无限考验期。不行，都没个准信儿说，比如说几年之内如果可以有准信儿，有时候于老师喝多了就是准信儿。那不就看你自个儿心气儿吗？这是咱自己说哦。那你养活不养活他们呀？养活可以啊，我交朋友我也得吃饭呀、啊。开工资吗？不开，不开。但是这零花钱啊，乱七八糟，你像他们从小就在我家里边。对，我是衣服、裤子、鞋都是干妈给买。然后每个月就没钱了，我张嘴，我没张嘴要过。你没张嘴要过，有时候我顾不上，我、那个、我也做的，我要检讨啊。没没，哎呀，怎么说这就是我就说这意思，就是觉着没钱了。我觉得的时候有点晚了。没有没有，都不。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要过。但是德性好，对吧？对。我们武术界收徒弟啊，我就挺难的。有些孩子吧，也想过来，但是吃不准人性。你就冲你来的，就是怕这个，哎，所以你就是挑好的先混着。我也不应你什么，非收怎么着怎么着。那我是今年去一哥们儿那个拍戏那个。30个孩子练了8个月，刚选完角儿，定了角色，这要走。我为什么走？他觉得他没选上主角，他就走。我一看那屋子那哥们儿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皱眉呢。”我说：“来来来，我既然这么来了，就帮你们聊聊呗。”那孩子来了，我说：“怎么着？你们聊聊呗。听说你要走啊？”“是啊。”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主角啊？我说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走啊。我说你滚呢、啊？你怎么滚呢、啊？我说愣了。不行，我的能力在这儿展现不了。可是他忘了，他这个能力是这7个月培养出来的。年代也不同了，越来越难。说你要在家里闷个好几年，然后才能够有上台的机会，等不得，等不得，看我们的军儿来这报名，明儿就上台火了。我跟大师不是说了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全世界展现15分钟嘛。现在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就咱们这个短视频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全世界向你展示15秒钟，你15秒钟就能火。那我快节奏，我15秒钟，我为什么要等15年？就这样。但是最关键的，他没想到，我让你展示3年，你没有东西展示，积累。对。现在是一个普遍现象。来吧，来吧。